谢阿当亚马鲁普勇哥，谢谢游戏 B 六叶师傅 Vicky Hello， 凯恩 Hello， 因为讲错话，讲错什么话？你讲错什么话？你去谁那里讲错话了 ？Good night， 에로바잖아就这样。豆丽姐、凯峰、思源、全阳，哈，我在宿舍啊，不能讲，为什么不能讲？为什么？粉笔不是粉笔，它是一个护甲的东西，就是它有一点护甲油的成分。谢谢思源的指南针，谢谢华华的 love。叶问 ，hello， 晚安，大家晚安。我今天很想唱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从在学校我就一直热唱到回来，但是我已经不知道可以唱什么了。总之今天就是个想唱歌的天，但是我又怕吵到琪琪，因为我这一间房间跟他的房间实在是隔音很差。虽然我之前都大超级大热唱，但 KTV 在唱。658小猪耳朵 ，Hello， 哎，肉勇。今天的妆，今天的眼影比较深，因为觉得很久没有画这个眼影，所以就画一下，哈哈，乖贝贝。恋爱假动作，哎，好久的歌了，突然忘记怎么唱了。我现在只想到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阿翔草莓酱 ，Hello， 他在睡觉，没有，他不在，他还没回来。我在宿舍，谢谢 Vicky 的柳枝、金萱 VHRE 大吉、叶师傅、乔治博弈 ，Hello， 谢谢 Vicky 的擂茶。晚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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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射箭。是没有投诉啦，但是就是我们这两间隔音很差，真的很差，就是我讲什么他都听得到这样子，就是不能讲秘密，没有啦。但是他还没有回来，所以还可以先热唱个几分钟这样子。但是我真的是歌单很少，我发现就是我的歌都是那几首这样子。哦，这样心情比较好。OK， 我有肯定有的、啊，妈逼！DJ One 胡黄直接头尾，夜风明月杨雄 ，Hello， 不是心姐，什么心姐？谢谢夜风明月的香蕉草莓凤梨，谢谢。是不是已经没有猜拳，已经结束了？不要，不然我会怪你。什么东西？趁机讲坏话？没有，没有讲坏话。偷毛笑笑，双燕喝冰就好。落日一笑笑，夜辉夜 ，Hello。过期水果什么什么过期水果？为什么是过期水果？魏凯 ，Hello， 叶风明月，好久不见哎、欸。Cover 那首被投诉没有啊？要在 IGTV 那边，是不是？我发现是不是大家不太会转，不太会看 IGTV 那边，完蛋了。但是我不会把它弄回去，我不知道怎么把它弄回去，哈哈。天下柠檬 CJ001 林果 ，Hello， 太多喽！去年年底，现在今天已经9月14号了，2020年，太久了吧？谢谢新鲜柠檬的指南针 ，Bubble Jack SK2 陈佑英 ，Hello， 是送不完是吗？能看这么长时间的你不容易。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坤坤、奇迹、搜搜 ，Hello， 搜搜是什么咪？搜搜即视感。
景庸 ，Hello， 晨晨 ，Hello。我今天好黑哦，不是肤色黑，我说整体看起来感觉。哦 ，IG 欺负太夸张。居民思源，老沙夜魔侠 ，Hello。自己发现动，提醒大家。本来就是在 IGTV 啦 ，Sky Hello， 怎么今天很想唱歌？没有打光？没有啊，我不是说肤色黑，我本来直播就不太会打光。走到飞耶 ，Hello， 走到飞耶，谢谢思源的工资箱。是新的是吗？还是 TV 不会？那我那时候不对，我刚是破音吗？那我那时候刚发那个 cover 的影片的时候有提醒吗？今天真的要唱啊、哦，好像很不想一样。你不想吗？妹妹 ，Hello， 新礼物 ，Violet。CYLWY，Hello， 没有吗？嗯 ，What？ 我一直以为有哎、欸。突然强念大姐笑声与吐槽，雨和吐槽。Ricky， 好久不见。天天 Hello。呸呸呸呸呸呸呸。你要点歌，你要点歌，你居然要点歌！谢谢新鲜柠檬的工具箱飞鸿 ，Hello。请问我们有参与到这个活动吗？工具箱的部分，可能是没有，可能啊，我自己也不知道。不行吗？你之前是会点歌的人吗？太稀奇了吧！好像也没有很稀奇，但是就是觉得很稀奇，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你有50分，你比我低，哈哈。有些比喽 ，Hello。没想过会弃之不顾，再一嫉妒。你放心里住，想问你无孔不入，在每个角度都对我打招呼。福六 ，Hello， 你终于找回账号，原来你没有来的这段期间是账号不见了吗 ？Are you OK？ 我没有叫你叔叔，我是叫你福六。从年头唱到年尾，我哪有？我很久没唱了哎、欸，我的时钟都要长灰尘了，很可爱哎、欸，我好像炫耀过了，但是我还是要再炫耀一波，很可爱哎、欸欸，突然发现那个沙漏计时器是我的应援色。很可爱哎、欸。哦哟，很可爱耶，烦呐、啊！福六，那福利六，请支援，不行，要先噔噔噔噔，请支援收银。今天打算唱中文吗？都可以。是换位置就换颜色，就是它四个方向都是不一样的功能，像我现在这个。就是现在的时间，这个这是什么？这是温度，29度，这是计时，这是闹钟，超棒的，超可爱的，可爱。可是我现在都把那个闹钟关掉，因为我都不在家，然后就会吵到小鸡。
吵死。Kevin Rain 三多 Tomo Hello， 对啊，三个人开播，对，林果对，你怎么知道？福六，期待看到星星群。嗯，不一定。勇哥吉井明哲 ，Hello， 五年前用过，很可爱耶。没有啦，就是我刚买的那时候，我都不在，也没有都，就是蛮长不在家的，就是暑假吧，好像暑假期间，我就都会跑去姐姐家之类的，或者是回台中之类的。四五一六六四一 ，Hello。实际上不好用，不好用吗？我觉得很棒啊！好多美，你可以看我就好，哈哈哈哈。Hello， 什么家酒？什么啥室友在家？我现在不在家，是不是？晚安。对，忘记恋爱假动作是什么？许我生，你肯。想你看路我和你的的的的的的的暗恋恋爱我刚是讲恋爱还是暗恋我刚是讲恋爱白痴然后吵室友起床，好棒哦！你跟我一样哎，没有要出门，玉超 Hello， 嘿嘿，看你有点烦恼，是不是想逃跑？逃离他们的咆哮，逃离城市的喧嚣。原唱在外面。I feel anxious.The things you make me do， 连呼吸都被束缚。QQ hi， don't panic， don't panic， 他们说这个世界有太多危机，变太多危险，充满谎言的虚伪。无法力战，闪着青春光年，却不能够展翅高飞。So don't panic。谢谢谢谢的星梦应援棒。之前同事把手机放在公司，早上来在那边叫，很棒哎！手机忘记也太厉害了吧！然后让室友把你丢到床下，没有啦。Google Hello， 谢谢玉超今天谢草。闹钟是拿来叫室友起床，没有错。林果观念正确。谢谢亚麻路普的许愿瓶，谢谢谢谢的玫瑰。耶耶，踹你！我的室友不会。我现在。对闹钟很敏感，他一叫我就直接醒来，因为我超怕吵到我旁边的人。接着他就噔，然后就被我关掉了。Hello， 对啊，应该要踹你的，怎么不是踹你？原唱在外面。呼呼梦中在你身上打了套拳法是没有的，谢
学地球是因为兔子想说，说台中明伦蛋饼好吃。台中明伦蛋饼，我不知道哎、欸。在心中，不敢不问不说，一直不敢不问不说。像彩虹，也像沉默。多踹几下可能会瘦，还是你们都一起来唱？之前是啦，在逢甲那边，新的吗？旧的吗？很久了吗？如果是新的，我应该就是没有吃过，就是近几年的话，我应该就没有吃过。哈哈。那小雨快乐，云一下，明伦，我只有两只手机，我电脑在外面，等一下才，我要脆肚肚，我会死掉。船长哈喽，没有啦，欸，我发现他们班很不常在教室，就是我几乎经过他们都不在教室。他们班很常不在教室，欸，为什么？飞鸿嗨，谢谢飞鸿的许愿瓶，应该很久了，是吗？我找一下，看一下啊，好像没有吃过，好像没有吃过，哎，我没有吃过，哎，我没有吃过，好想吃蛋饼啊！我要播蛋饼歌喽。妮妮是我学妹啊，干嘛去查？就在隔壁啊！阿爸哈喽。我们学妹设定呢，还是你们的学妹啊？不敢不不说，晚安，在心中。不说，像彩虹，也像长梦。传讯息来骂我，他说：“哎、欸，还敢说没吃过、啊？我怎么我没有印象？请问那个是几年级？几年前的？又留级？没有留级，没有留级。国民学号陈妹，国民学号陈妹是什么？国民学妹陈号被谁拿走了？谁抢我陈号？”2018太久了啦，谁记得啊？明晶哈喽，没有留级，我没有留级。志祥哈喽，巷子口比较不用排队，好想吃哦，大姐。什么52？这件事情在经过，哼。司机哈喽，妮妮不行哦，不行哦。阿元哈喽，谢谢司机的许愿瓶，谢谢阿元的星梦姻缘棒。啊，谁记得？大姐的，副大姐。谢谢四季的幸运四叶草，还有许愿瓶。
你正在吃起司河粉会不会有一点太过分了？听起来很好吃耶、欸、谢谢勇哥的玫瑰。好想吃蛋饼哦，我今天没有吃蛋饼，好想吃蛋饼哦。谁记得啦？大姐明明就是替替的。噔噔噔噔。天地合补四物饮。哦哟。黄金周期，再生美丽，每个月六瓶，由内而外调整体质。Maria Maria。诞生时间。天地合补四物饮。好呀，阿廖，鱼香哈喽，番茄鸡肉乌龙面，鸡肉乌龙面听起来很好吃，番茄就还好。但是听起来还是很好吃哦哟，烦呢、欸，不如就买了什么？啦啦啦啦啦，吃哈哈喽！明天练拳就吃，我有吃过，妈妈很喜欢。妈妈都说那个比较健康嘛，然后就点那个。妈妈那个很咸。刚好有一家什么玩龟吗？啦啦啦啦个擦，我擦，哎，讲错了。跟另一个隐藏人打招呼，什么？因为我，啦啦啦啦个擦，我擦，玩龟好吃，玩龟怎么可以这么好吃？为什么呢？刚才有人说那个牛肉蛋拌乌龙面，还有温玉蛋和玉乌龙面都很好吃。企鹅是企鹅，玩玩哈喽，知道你最重要。哈哈，到底偷看不讲话？局长个毛！欢迎哈喽，气的。谢谢玩玩的 love 阿米哈喽，不吃牛没关系，我原本也不吃牛，但是我从某一次的，我生日吗？反正就是家里去吃饭，吃生日餐，然后就有一个是生牛肉，然后姐姐就。好像我忘记了，反正妈妈就看我说好像很想吃一样，她就说那不然你可以吃吃看啊这样，然后就吃了我人生第一次的牛肉。And then hello， 乌叉云生饼，乌叉，你说英文那个 WOO 吗？想吃用户名 hello。难怪粉丝都删你，专家粉丝什么意思？豪哥哈喽，豪哥好瘦不棒棒。对啊，おいしいですね。晚饭哈喽，而且他有，知道，反正是生的。为什么被你送进去？台湾有马肉吗？这个我还真不知道。有些不吃牛就是因为真的假的，吃了会衰哦，难怪哦，白痴哦。我想说我之前财运这么好，为什么现在都这么差？哦哟，不早讲，你们不早讲，我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ですか？なんでですか？专业宠传什么？Steven 翠翠 ，Hello， 我不知道啊。一开始为什么不吃牛？因为妈妈不吃啊。那我就也是不吃啊。没有牛。叔叔不吃就很衰了。对啊，那怎么办呢？我也不知道喽。啦啦啦啦啦，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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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嗯，有些是跟神明约好，真的假的？好酷哦！原住民应该可以吃吧？其实，嗯，这也是一个。看个人的东西吧，就跟宗教信仰一样，就是看你自己的什么的习惯，不是习惯的信仰。你跟姐妹一次不错，有个女儿在 KTV。你在讲什么？无糖冰淇淋科马燕小飞鸟六六六六六 ，Hello， 不红吗？红吧，不红吗？这个有点敏感，对嘛？红啊！你是吃了会睡，可是你没有吃也蛮不睡的。谢谢小飞鸟的玫瑰。有些是以前爷爷辈是种田的，种田的不吃牛啊，是因为牛会帮忙的一个关系吗？就是帮他们种田，是这样讲吧？狂牛症，狂牛症是什么？那个吃了会传染的吗？以前重点都不吃牛，我一吃牛的单飞镖。哦，志伟 ，Hello。嗯，泡妞很辛苦。水水 ，Hello。你是水卡。有一说是农家耕田靠牛，所以避免吃牛。嗯。到你爸啊，到你就断掉了，是怎么回事？韩牛，韩牛，有牛的意思吗？想吃牛比吃狗还严重，真的假的？好酷哦！你是水卡，狂牛症会传染的。哦，可是现在还有狂牛症ですか？好，我看不懂阿当打什么，怎么这样？吃牛会出来，全世界有几亿人？对啊，我想说那个韩是不是？没事的，阿六，谁跟你说的？没有啊，我只是刚好想到水可以接卡而已。怎么了？你被叫过了是不是？小温温 ，Hello， 我要找一下。酷甲市镇，酷甲市镇，变性蛋白质快速增加，造成神经细胞。神经细胞死亡，使脑组织变成海绵样的疾病。什么东西啊？看不懂。昨天刚好被抢，没事的，你就是水卡。
这大概就是一种默契吧。美国有时候会有，真的假的？现在也是吗？96年的，现在几年？108，还是这是哦？这是96。嗯，散发遗传一元新型库贾斯氏病。死亡率介于百万分之0.5到1.0之间，哇，百万，这有点困难。大脑会开动什么？逢甲人 ，hello， 逢甲台中的朋友 ，hello， 跟默默的默契，哎，居然是默默讲的，好厉害哦。不得这病，脑也有洞了。杨雄，杨雄吃牛肉吗？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啊。新型库贾氏病方面，截至2020年六月全世界累计有232件新型库贾氏病案例报告，其中3件与书写有关。我国自1997年，发病初期出现记忆力衰退、行为异常，我是不是要去检查？糟糕！他比你还惨，那就没有问题啦。你哥 hello， 君汉 hello， 我没有看到君汉进来，为什么被我吓到？失智症状还有步态不稳，不会这个我 OK。发疾病，什么发病很久，没礼貌。还会恶化四肢与躯干，会有剧烈抽动、视力模糊、肢体无力、麻木感、癫痫。不会，我还我什么意思？你们什么意思？一下，等一下，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不要开太大声啦。之后可能会开始喊呜吼呜吼吼呜吼，他开最大声，糟糕！就一些精灵，我今天怎么一直讲错？金鱼脑的朋友，我们一起检查，说不定团体会有打折，才不会嘞！我在初期，我还在初期，我初期很久。琪琪，我们一起去检查。发病末期会出现严重痴呆，然后在病发后，病程发展快速，大部分患者在1年内死亡。不像老年失智可以存活数年。这样喽，好嘞，自己去。你记性不好，什么电视？讲错话，不可能的，默契了，没礼貌。不会的，我 ，I'm very healthy。Healthy 吗？Maybe. Yeah. My English is good. Very good.
差点讲 $100 来伺候的是100块。Really? Are you sure? Yeah, I'm sure. I'm sure. I'm American. No, I'm not. Sorry.Excellent! Yeah! 之前的话还记得你一直来唱我什么，我唱你什么？原来英文比国文还好，应该是日文比任何一个都好。やばいですね！谢谢小飞鸟666的掌声鼓励。我的歌单怎么又回来了？不然今天来听点英文的怎么样？好久没有听英文的。Moran, of the story.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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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应该是，哎，什么意思？So I really never know you. I would turn to a blindsided ugly. 太久没听了。Undided, obvious. Talking with my lawyer, she said, "Where'd you find this guy?" Said young people fall in love with the wrong people sometimes.都没打算考日检吗？有想过，可是日检好贵哦。还是我应该要去考一下。I mean, are you sure you are not sick? Yeah, I'm sure. I'm very sure. Okay. 陈绮绮都伸出一首主题曲了。还好吧，都有人唱笑嘻嘻出来了。压嘞，压琴，压嘞是怎样？强纳森 ，Hello， 点开英文字母歌，不要，是吗？不是啊，我是用 YouTube， 他不是用 YouTube， 不一样。而且他不会听这首吧？好像他没有，他播的时候没有播到这首，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听啊。很贵耶，很贵耶，一张两张的票。阿翔、李晨、小白兔。笑嘻嘻，其实我不会唱笑嘻嘻，我只会你看那里有嘻嘻哟。我好吵、哦，他是用我的手机，但是不同的程式，我是用 YouTube 在播，他是用 MB3， 反正就是一个程式播，就是另外一个专门听音乐的。你看那里有嘻嘻哟，你看那里有嘻嘻哟，嘻嘻。等一下，我没有东西，啊！便利便利 ，Hello。哎，不对啊，我这里就有枕头，不是 Hello。以后的票一定会超过1000，这代表我们正在上升。谢谢大家。用枕头，别忘记有枕头，太白痴了。That's alright, that's okay. 什么默契？没礼貌。什么意思？好久没有听英文歌了。那是夜，那是剪刀，那是。
我是高宇轩 ，Hello。累积通过十次会给一张很好的。所以要考十次，十次一次1500吧。而且 N 一我应该是不可能吧。是啊，我考会没名牌应该是忘记，才不会嘞，才不会。为什么笑？笑什么笑？笑什么笑？以往要看全成员要花2000，2700，真的。哇，真的耶。嗯 ，Akira Hello， 谢谢蓝蝶的柳枝还有指南针。出现在绝对面前吗？不会，杨生我记得。Titanium。Titanium， 我每次都乱念耶。Yeah。疾风 Hello， 谢谢蓝蝶的领茶。西兰 Hello。等一下，他没有歌词，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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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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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But I can't hear a word you say. I'm talking loud, not saying much. 你们好像有点大声。I'm criticized, but all your bullets ricochet. You're shutting down, but I get up.I'm bulletproof, nothing to lose. Fire away, fire away. Ricochet, take your aim. Fire away, fire away. Show me down, but I won't fall. And titanium. Show me down, but I won't fall. And titanium.好久没唱了，好累哦。会记手才不会记得，不一定啊。Jeff 6106 Hello， 虽然我对我的记忆力不是很有自信，还没打字就知道。之前我都有叫你啊，我明明就都有叫你出你是谁。很久没开场，原来是开场的部分吗？Rage boy, stick dance on my break my bones. I'm talking loud and saying much. I'm bulletproof, nothing to lose. Fire away, fire away. Ricochet, you take your aim. Fire away, fire away.Show me down, but I won't fall. 外面会不会很吵？Show me down, but I won't fall. I'm titanium. 跟我说一下，问了其他粉丝最喜欢谁？大概是思雅吧。其实是凯特，哈哈哈哈哈。Sugar, free animals will run. So high, as purple glass. You shoot me down, but I won't fall. 马良嗨，欢迎周四嗨。But I won't fall.
集都不讲话，他进来了都不讲话，还是他不知道我在叫他，不叫做大吉这样。我怎么笑？好累哦，好累哦，怎么这么累呀、啊？是呀、啊，最近小迪穿成一身衣服，但是有朋友说了面面面面的部分，啊哈，啊哈。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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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能打字，好吧，大吉嗨。还是他没有看，他只是来报道，就是他在忙之类的。你想念好朋友，好朋友不在的 ，Google 嗨。我想要给你们看一本我之前国中的画画的本，然后那里面有我跟我国中同学一起画的。我那本真的是我觉得世界上最好看，我画过有史以来最好看的本，但是我不知道我放在哪里，哈哈。I just wanna be part of the symphony。啊，我看到了，真的，好远，好远。Now let go, so funny. I hold me tight and now let go. 龙哥喜欢面面，可能在看隔壁台啊哈。艾文嗨，前去反思。闪亮闪亮。目前没看到。这本我有给你们看过吗？第一页是巧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是巧虎，是一只很丑的狮子。狮子。最怕的不是什么东西，过路江哈喽，不是那个诗，没看过，那就是一个很棒的，虽然有一些字，但是它应该挺模糊。好啦，那我给你们看我画的，很可爱耶，我的图。我们这个系列就是一个，就是我们会一人，就是可能这一轮我先画，然后大家要画出那个东西，但是要用自己的画风画，很可爱耶！我的图傻眼，好可爱哦。然后我的那个我的回合的时候，我就不知道画什么，我直接画这个。请不要，阿贵仔哈喽，很棒的开箱。好啦，我还是有认真画，好不好？我还是有认真画，这是我的，这是我其他同学们，这都是国中同学一起画，就是我画完，然后交给下一个人这样子，就是看谁有空谁先画，这样很棒哎、欸，我有认真画，好不好？我之前画图比较好看，我现在不会画图怎么办？画图好难，我不会画。画的比你好，我没有看过 CC 画，传情画什么东西？我什么时候有暗杀部队？我都不知道。老觉得卖画自卖自夸，耶、yeah! ！现在不会画，我不会画这种的了。然后有一个也是会画图的同学给我出这种的，我真的要疯了！我直接画一整个，超大，我直接画超大，我气死！他给我画这种的，这是他的题目，小小的啊，我画这样，我气死！
上课都有人说，哎，没礼貌，够牌教徒，茄子 only alpha， hello， 不会画画美劳也不好，因为根本没上过美术课跟家庭课，傻眼，为什么？然后就是，哎呦，然后就是另外三个同学。什么意思？好可爱哦，好可爱哦，好好可爱哦。然后我又不知道要画什么的时候，我又画了一个课本上面的图，然后还把他的头 bling bling， 好好笑哦。一个桌游靠画画传话，好酷哦！没有玩过。七川去也 ，Hello， 手机放地板，我放在这是什么床架，就是床的下面的那个木头。小学没美劳课，国中美劳课，家政课拿去练管乐，啥呀？不当哈罗王只是幸运，什么意思？那差不多是小钱吗？也有可能吧。啊，我其实是要给你们看这个，就是因为我那时候会自己画一些不同风格的图，然后我就跟我那个比较会画图的同学就有一起画了一个，就是这种感觉的。人品君嗨，小仙失手，他已经不见很久了。对，然后我自己画的是这个。哎，我真的觉得我那时候很厉害，我就想到什么就画什么。我现在已经画不出来了，我怎么画呢？什么时候什么都不会，还是可以活得好好？什么意思？不打领带，鼓掌鼓掌喂 ，Hello， 黄云 ，Hello。什么叫做很刚好题目我会答？我好厉害哦，虽然蛮简单，看起来好像没有很简单。啊，这是什么？叫谁憨？不是憨，是我的另外一个同学。憨是我的同学，他叫自己憨。他就觉得自己憨憨，他就自己叫憨。什么 sister？ 穿越时空？不是，你不要憨都想到憨憨好不好？你这个李家控。然后跟他也画这个，但是这个有点单调，因为不知道应该画什么。但是更单调应该是这个，这个也是不知道画什么。但这也是跟他一起画的。然后这个我从那时候到现在都没有画完，这是我自己的。但是我真的不知道画什么，就长这样子。可是你也憨，我不憨，什么都不会不是想啊？不是在看我是不是？糟糕。哈哈，不是我的绰号。还有六个，哎，我真的很厉害耶！我傻眼，我很厉害。对啦，林果，对啦，那个李家控。考那天前一星期学校教过，什么？才没有，已经隔很久了，来当卡片。我真的很厉害，我真的觉得我很厉害。还有多狗，少啰嗦好不好？少啰嗦。我之前居然会画这种图，为什么现在不会？有啦，课本，这就是所谓的上课画的比较好看。上课的时候都很厉害，这也是上课的时候很厉害。寂寞啊！李家空空空吧，太多。我真的很可爱哎、欸，我真的很厉害哎、欸，这是我画的。我真的很厉害，傻眼。这也是我那时候画的，傻眼！我真的很厉害，那时候而已。
好笑，怎么会这样子？只有那时候厉害。然后这又是不知道画什么，然后画那个英文课本上的人，好好笑。对啊，上课最厉害耶，傻眼。黑暗风格真的是很好看，我必须得说，我自己觉得啦，就是很好发挥，然后很好，又很好，很好，很好发挥，然后画出来又不会有颜色的问题，就是它就是黑白的，很棒。直播画一个，好难哦，怎么画？那段时间松了，肯定是的。承认吧，上课都在画画，对，没有错。等级大概就跟火柴人一样，哈哈。好难哦，画画好难哦。空的哎，变空白的。后面是空的哎，好难过，好感伤哦。哎，这个是水彩纸，是不是？傻眼。我怎么会有这种本事？而且那时候还自己设计了签名，这是国中哎，2016年1月18日，实在还好，鬼毁啦！I'm a mess, I'm a loser, I'm a user, I'm a user, I'm a mess。都在国文科的话，不一定，不一定。什么长臂猿？9秒内抽了2次茶叶，真的傻眼。画风跟其他成员不一样，因为不知道哎、欸。我就只是一个拿着麦克笔或者是黑笔就画的人，就是我不会挑颜色，我就是拿着黑笔。然后不够的话，我还会问同学说：“哎，你有没有麦克笔？你有没有奇异笔？”还去跟别人借。而且同学也会觉得很有趣，然后他们就会说，他们会自己想要帮我画，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他们就会，就是我可能画好图，然后我就在要上色的地方，就是可能点个黑点之类，让他们知道哪里可以涂黑，他们会自己来帮我，我好感动哦。画一个星星，我没有画过吗？他的人画风什么意思？什么东西？上课有灵感，灵感，上班没有。对，他有叶轩染蓝，耶！耶、yeah ，这有很快乐哎、欸，好吧，这样吧，我也不知道长怎么样，应该是这样吧，很不日式感，什么意思？什么？那时候不是刚选完吗？国中哎、欸，国中。国中没有，那时候还没选，是乱签吧？可是现在的签名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那时候还比较好看，是不是？傻眼。我刚才想的，从第一次直播说起，是为什么？可以自己带笔，我也会自己带，就是没水了啊。看到了，对啊，很棒哎！用白胶干掉之后变透明，为什么？为什么这样？谢谢林果的口罩。对啊。哦，对，那时候。哦，2016。我什么时候进来的、啊？我现在3年了，现在2020，987。哦，那时候是台研是不是？
但是我没有上。怎么看都可以解读，就是我也不知道是这样还是这样，不知道。啊，大学怎么还国中？国中也被没有，国中也不会重读，好不好？四年前就高一，咦，忘记了。啊，可是我很喜欢 Demo， 我很喜欢我的 Demo 哎。而且我这次没有任何笔，我只有牛奶笔，然后蓝笔，然后荧光笔耶。我觉得我能画成这样子很厉害耶，你觉得吗？就是我没有任何的别的器材，我没有特别带笔去学校，我是这样子画出来，我觉得我很厉害耶，不觉得吗？好吧，算了。02年出生的那些，我不知道。喂，谁谁谁卡？谢谢亚麻路普的掌声鼓励。现在画得出来吗？应该是不是。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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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什么啊？我怎么画得出这种东西啊？这什么啊？很可爱耶，烦耶，这个很可爱，这很可爱。可是我没画完。但是我还记得我画图一定会有的吉祥物，但是我没有把它们取名字，就是这两颗，就是一个这个一个。不知道你们看不看得见白色？我找别张好了。因为我画图，我画这种图，他们一定会在。这个，这只跟这只，好可爱哟！为什么画是真的？纸笔，你说画那两只吗？封面也有封面，什么封面？哪里封面？什么封面？我怎么记得我在 TTP 有？有画过有吗？忘记了。你记得我之前有画过，还是是 TPE 的时候？应该是 TPE。下次我怎么会自卑自卑？不行，不行！而且我还很龟毛，就是连上面这边都要涂。高低压胶带的封面，高低什么意思？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哼？独立制作手游啊，那种的是不是？哦，好像蛮像。啊！我的脚麻了，啊！啊！卡巴西贝亚诺特。干嘛的？快出来！不要啦！请问这种图应该要怎么画呢？请问怎么画比较好？比较怎么画？看后记得少啰嗦。好怀念哦！以后不当偶像能去当会师，我已经找到工作了，未来的。怎么没有感觉？生物里面，生日礼物，生物里面是什么？学妈的礼物用了啦。手套哈喽，但是我觉得主要是我头发塌吧，借口，不要理我。
好难哦，画画。我拿到这一盒，我一直以来都不知道 B 以下的笔到底是可以干嘛。B H B F H 2 H 3 H 4 H， 我一直不知道这些到底是可以干嘛，因为它真的超难用。请把浅浅听到，才不会嘞！郑安夏 ，Hello， 可以帮忙画圣诞小卡回答。白痴啊 ！Leo Hello， 先吃药少啰嗦。PP 活动的 logo 不是啦，我不画那种的、啊，那个这么缤纷。BF 的 bellflower， 对我可以画 bellflower 哎、欸、，bellflower 怎么画？啥呀？太难了吧？素描画。草图是啊，可是我都用 B 二 B 三 B， 哎、欸、不对，我都用 B， 哎、欸、我都用什么？我都用 B 三 B 六 B， 其他的我基本上不太会用。诗诗 ，Hello， 对啊，我都画黑白的，几乎。对，有可能下次变成黑白，就应该是我画，没有啦。你模仿之后，你有没有找他？没有。对，熊妹不是熊妹，我对学妹很好的，好不好？不要说的好像我欺负人了。嗯。Fake。B 六考试好考。超损，对啊，就是不能画错，你懂吗？不是 B 六吧，是六 B 吧？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其实我很不理解这个东西耶，为什么它每次打开都会油油的哈？请问是坏掉了是吗？可是它还是可以用啊。它坏掉了，哈、啊、哈，什么意思？买了彩色的怎么办？要退货？什么意思 ？S L A B 二零 ，Hello， 什么我油？放久就会油，哈、啊，很恶心哎、欸，也没有那么恶心啊，很不好摸哎、欸，它滑滑的这样子。身为肥宅，你们才是肥宅好不好？还不干我的事呢，呵，真的很油哎、欸，坏掉了、欸，它过期了，多揉几次就好。我都会把它擦一擦，就是吸一下它的表面。好多人，是谁的腹肌不见了？谁的腹肌不见了？我的腹肌不见了。Sorry， 看自己的小啰嗦啦，你也看看自己的好吗？各位，低头看一下自己的肚肚啊！啊，所以就是放一放，安排去，装作马之列在胸背上 ，OK。嘿嘿，你昨日放的是那次密谈，来后 I'll never see again。And it breaks your heart. Moved to the city and it broke down crying. For your snow cone. Now I'm letting our whole time behind. And I can't stop. No, I can't stop. So baby, pull me closer in my backseat. If you move a little, I know you cannot fool.By the tattoo on your shoulder, pull the sheets right off the corner. All the mattress that you saw from your room and back in Bula, we ain't never getting older. 低头看不到，你是被风扇把挡住了，是不是？ We ain't never getting older.
所以决定不来的是怎样？什么意思？不可以啦！怎么可以这样就不来？你看看 CC。Doing say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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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二四六八四十二六。I know it breaks your heart. Move to the city and I broke the car. It for you is no good. Now I can't stop. No, I can't stop. 你的头贴，白痴啊！给我换掉！给我换掉！Oh my god， 这位朋友啊 ，my friend 呀，画呀画，很久没有画图了。好丑，等一下，画画好难哦。各位朋友，当不很轻，给我划掉！辅助餐划辅助需要的，哈哈哈哈哈！快点画完，我还没画，我是写了一个 F。你们觉得我的 B 要反过来还是要正的？因为我想说，就是怎么办？好好，救命！看一下是谁，王一佳。你们觉得要上面这个，你们是看不到，还是下面这个？就是一个是，就是两个直线靠在一起，然后一个是就是。很规矩的，不要，我要两个直线靠在一起，我就是叛逆。硬要问，看不太到，没关系 ，It's OK 的。Under the sea, where are you now? Another dream.边画边直播，可是你们看不见啊！而且我直播，我不是直播，我画画有通常是蛮认真，就是我不太会理人，而且你如果来破坏我的画作，就是你可能在我的画上多撇了几下，或者是你来烦我，我会生气。我是一个这样子的人哦，我是这样子的人。背对背什么？Bill Flower!
这个是太难了吧？祖族吗？不是吧？是吗？古早味 ，Hello。反 B 跟 F 还是简单的 B 是什么意思？谢谢林果的冲浪失败，三次一餐 ，Hello。对，我会生气。但是烦我，跟我讲话还好，就是那种来挡我的底的话，就比较容易生气，因为我觉得很烦。来画图，你是 Hello 这样子。谢谢三十一餐的工资箱，出气干什么？边画边唱，不是，那是。不知道，刚刚那个猜对，只是因为我刚好有看过王一佳的衣服，哈哈。因为我跟他结婚了，没有，这个完全没有关系，哈哈。谢谢三四一三的 Kiss Ju， 哪一个比较好？什么东西哪一个比较好？动到笔直接变，对。对，动到笔直接变捍卫任务吗？捍卫任务，不是哦，动到笔会直接失速猎球，没有啦，没有那么夸张，没有回魂，不然怎么办？我被强迫结婚了。他怎么唱没什么？没什么？什么东西？出镜的，谢谢西西，谢谢水卡的柳枝，反 BF， 反的，哦，用笔擦人，我没有看过，谢谢的柳枝，但是你讲的那，我看到这个留言的瞬间有那个画面哎、欸，我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很好笑。其实我也有功课，但是我不想做功课，哈哈。画图使我快乐，但是画画好难，哈哈。我今天一直哈哈、欸，可以不要一直哈哈吗？高云爵，不要再哈了，拜托。谢谢的柳枝，不要洗卡好吗？不要，我喜欢啊，我喜欢水卡，为什么不可以？为什么你说啊？为什么？给我一个理由不说。那么爱我的水卡，还敢走音啊，高圆圆。画画好难哦，写个字也可以这么难，是怎样？广告 B，
发言，我写这个写个字就可以十分钟，有十分钟吗？我也不知道，差不多吧，快十分钟。而且我画这个图其实通常都蛮久的，画的蛮久，那种风格的话，而且我很久没有画了，糟糕，出事怎么办？凉拌炒鸡蛋。上课咯。对啊，我也是这样。后面可以不要用这么快生出来，什么意思？哦。对啊，回家作业。龙骑士哈喽，我最近一直哈哈，可以不要哈哈吗？什么叶大熊？哈哈会被人，对啊，我觉得会被误会，不要哈哈啦，不要哈哈啦，我要。玉春哈喽，你也喜欢？水卡，谢谢三四一唱的 kiss 就好，看看你有哈。还有幸运四叶草，还有许愿瓶，什么乌龟王八蛋？在学校不是有抽相关的课？你说画图吗？但是我不太一样，就是它其实是一个，就是老师会一直带一堆很奇怪的东西，就是什么带针笔啊，哦，但是你可以画。就是带针笔啊，什么水彩广告颜料，之类的，然后就随便出个题目，也没有随便啦，蛮认真的，蛮认真的出个题目，然后我们要照那个题目画一个什么小东西，像是有一次就是有什么食物是你很喜欢，就是你最喜欢的食物，然后你要把它。跟你自己结合在一起，就是例如是它很重要，就是像是可能你的一天的能量来源，或者是你的衣服不能没有的，或者是反正就是那种的啦。然后还有一次就是他选了几个金句，然后就是跟朋友有。就是一些跟朋友有关的金句，然后就是可能朋友为你撑一把伞之类的，然后你就要把它画出来，超难。小倩，好久不见，桃花哥哈喽，花花很会碎碎念，对啊，跟好奥斯一样，对啊，哈哈不可以，设计 logo 这个。是没错。吉吉明久哈喽，我没有要帮你撑伞。这老师很厉害，就是很难，而且他其实只是一个弹性课程，就是选修，就是一个小小的课，然后一次只有一个礼拜只有一两节这样子，超少的。然后又要画完那些，真的是要疯了。但是其实不会用到未加时间啦，因为他都是在课堂上画这样。或者是画一个，就是他会切好一些纸，然后剪好一些纸，然后让我们订成一小本，然后就出个。主题像是什么爱情啊，还有什么？我只记得爱情，反正就是它可能就是有七页、八页、九页那种的，然后你要画出那种相爱，不是相遇、相爱、热恋、吵架、分手、决裂。就是你一页就要有一个故事这样子，老师，反正就是一页就是一个画面，但是它是有，
它是可以连起来的那种。最近都在练弹性裤，是没错了。什么七爷八爷？对啊，就是可以不要分手嘛。但是他就是有分手，这可能是他的故事，我也不知道。哈哈，好，对不起，恐怖情人系列没有恐怖情人，就是像是这种的。嗯，我上到的课是这样子。我想要秒编，可是我没有黑笔。看一下，奇怪，好像应该会有。我彩色笔，但是等一下，我先看一下我的笔。多画一下复合，没有。只记得爱情是你的题目，不是，它是每个人的题目都一样，只是大家都画不一样这样子。Chen Lin，Hello， 我要来秒编了，大家。我没吃，我是无耻之徒。有我有，好快乐哦，哈哈哈！我是有耻之徒，太开心了吧！而且通常我的线都会是歪的，所以我都会用尺，哈哈。好，不要哈哈啦，白痴！哦哟，高云卷，不要哈啦，哈什么哈啦，是哈喽。Hello， 谢谢思源的指南针。为什么我最近这么喜欢哈哈？有人可以告诉我吗？我最近受了什么创伤？请问一下，没有吗？嘟嘟嘟嘟嘟嘟嘟 ，Bring back the。歪掉了，吓死我了！还好是里面，不然就出事了。不是很近，披萨。嗨哈喽，是我啦，我没有敷衍人，我才不会敷衍人呢、欸、我这么的亲切友善，抱歉我乱说的，好白痴，还要自己吐槽自己，好可怜哦。是我的哈哈 ，Please。I hope I can do not say 哈哈。I can do it. I'm a good girl. 我在讲什么？太久没来看你就坏掉，什么意思？突然发现这个好像有点太歪了，但是来不及了。You used to be the best thing that ever happened to me.
So baby, pack your bags, pack your things. You're just an example of things to never bring back to mama, back to papa, back to mama, papa, home. Baby, I just gotta say one thing that I tried. 我要来做一个上色。非常之久的上色的动作。长这样子。然后这枕头再好好就拍。好痛哦。整个二姐哈。跟瑞田互动蛮会敷衍的。是吗？可能只有他吧，啊哈，这样子算吗？这样算好好吗？不用哦，哦哟，人好，啊我讲哈喽，宿舍，喂 ，Good girl who me， 我没坏，对，我要来实施一个上色的动作。杨兄给我换掉哦，对瑞婷什么？我不知道哎，但是他就是小朋友啊。还是一个小朋友。我不知道哎，但是我觉得我对。熟一点的人好像都是那样子吧，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嗯，不喜欢彩色笔，彩色笔好难哦。各位可以告诉我一下，彩色笔是一个谁发明出来的东西吗？我去好好感谢他。而且它为什么有点硬啊 ？Hello，Hello， 你说别好吗？救命！我觉得会跟我想象中不一样，完蛋，糟糕了，真对不起。风铃草的歌了，再熟一点就会开启二姐模式。二姐模式是什么？手手都是哈哈，有吗？什么是云觉得不是？肯定不是。我只有呛你而已吗？没有不，当然是没有啊。还好不是买彩色笔，嗯。只不过在旁边时感觉蛮吵，有吗？不知道，每个人看的不一样吧，我不知道。可能有人会觉得我欺负他之类的，哈哈。哦哟哦哟，哈哈，别闹了哦，阿华哈喽。会不会画的画里会？会，一定会。我画图很久，尤其是这种的，我画超久。但是通常都是上色的过程太久，你们懂的。可能今天直播我就只有画这个 B 跟 F 而已，就没了。耶！不要哈，不要哈哈！什么发生什么事？对谁才会开启大姐模式？啊，我忘记改粉丝团。对谁会开启大姐模式又是什么？不理解。
哦哟，哈哈菜主播，你是变态吧，杨雄？你为什么要存各种粉丝的注？不是粉丝，粉丝也太恐怖了。哈哈，没有，对不起，哈哈。哦哟，这已经变成，我要把我嘴巴封起来。我把我嘴巴封起来，大家。生日礼物，耶！欢迎音乐厅的意思，嘴巴很毒，但是跟二姐对你的状况，对，我知道二姐很爱我，耶！粉丝也不放过，怎么可以？连粉丝都不放过，我刚说服吗？各种成员传自己的照片，宁可不要啊！杨雄，快把他封锁！啊，好恐怖！李晨，晚安，拜拜。哒哒哒哒哒哒 ，I want something just like this。回归就听到大量哈哈，我也不知道啊，我自己都不知道了。杨小千救我！我已经学会怎么敷衍人了，是吗？那也太棒了吧！什么意思？不会，不太会。怎么念你写字？怎么没在说？不会，等一下。谁说我就 wanna go? How much you wanna risk? I'm not looking for somebody with some superhuman gifts, some superhero, so very out place, something I can turn to, somebody I can miss.I want something just like that。 去垦丁回来都变了，你去垦丁，好想去垦丁，好久没去垦丁了。I want something just like this。 嘟嘟嘟，被谁淹到也跟着会淹的，大概是你吧。约听嗨了，香蕉船啊，香蕉船很可怕哎、欸！我不喜欢海，不是我不喜欢海，我喜欢海，但是我会怕，就是一个它是一个没有边际的，你懂吗？然后又很大，然后又很未知，就很恐怖，跟宇宙一样。为什么它硬硬的啦？这个鼻呀、啊，泡水有用吗？那个？沿海出国，你不解哭？什么什么 ？QQ 开白痴！海洋恐惧症我不知道哎、欸，但是就是不觉得很恐怖吗？就是它很未知啊，我是觉得很恐怖的啊。但是我去海边，我就不会走到海水超过腰的地方。我基本上到我的大腿，我就已经……哦，没有，那个还好。基本上只要到我的腰，我就已经有点不会再往前了。直播聊到没东西，怎么可能？有粉色肚子，什么粉色肚子？海龙王彼得，只要你懂海，海就会帮你。我不懂，每次看到海，没有，我没有那么夸张。骑机车都骑到快睡着，赶快回家！你太晚了，你是不是太晚回家？你肯定是太晚回家。
10:39了，杨小千。对啊，所以就说海很可怕啊，不觉得海很可怕吗？Need you, I need you, I need you right now. Yes, I need you right now. So don't let me, don't let me, don't let me down. Is there a change in all in the world? 我觉得我应该要去买支带针笔，彩色笔真的是不太行。但是我不知道我那时候是用什么笔。杨琼怎么了？白痴！刚刚觉得大家分就行了，对。在沙滩打排球，好热哦！潜下去的海洋真的很漂亮，我知道很漂亮，可是就是很恐怖啊！沙有海啊！下播前会完成品？不会，肯定不会，今天不会。前面会结束。不要啦，你们自己留着好吗？毕竟你们送的东西哈，我们是不会让你们看见的。我终于涂完它了，它们太大了吧，傻眼！而且超级不均匀，大家看看就好哈。破碎玻璃，对啊，很可怕。地震门告诉，对他画公司确实是蛮强，虽然都很奇怪。谢谢，晚安，我早起啦。早吧算什么？个人真心话。No matter what you say。天生摸鱼星。DC。什么意思？早上有去床上课吗？有啊。早八平常是正准备睡，太夸张。可是我真的发现，高中真的是一个人生中上学的人生中一个要最早起来，然后又要最晚回家的时刻，就是。可能没有最晚回家啦，最早起来的时刻，待在学校最久的时刻，然后作业还没写，没事，他礼拜四才交，哈哈，我疯了，为什么要过苹果时间？跟他们又蛮接近，我就是放着给他播，我没有特别对待。
六点多去学校玩的，都被吓到。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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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校生不知道的，别开眼睛。嗯，新的图。看起来很猎奇，但是我喜欢。它感觉很大哎、欸。啊，它是在哪里啊？脚上、手上、脚上吧。哦，不行，它有点太大，它我觉得。小一点会比较好看，但是已经来不及了。但是是好看的。偶尔住公司上班族，哇，太酷了吧！高中七点半上学，下午五点到七点打球，晚自习都要九点半。对啊，高中生好辛苦哦。虽然我们学校不会有待到九点半这种问题，可能会有啦，九点。不会到半，好味，不酷很酷，很辛苦，捏你的小腿肌，太大了，而且我的小是指那种，这样子而已，这样子而已的那种小，你那个超大一个哎、欸，朋友，烧肉哈喽，谢谢君汉的看好你哦。好难哦！有画面，但是我不知道画什么，什么意思？画面不知道好，到你说，杨小千是不是欠揍？
那个一整夜不是自己想的吗？其实我知道啊，我知道啊，早就可以下班了，我知道。那一整夜不是自己想的？没有啊，它是有图的啊。谢谢 DJ One 的枫叶陈浩哦。谢谢的指南针，加红哈喽，今天就加班，对啊，好久没有加班了，之前都一直说很想睡。谢谢 DJ One 的指南针。对，我用画画行，画图使我快乐。我说真的，对啊，我是美术，我没有看过，为什么我没有看过？哎，不对，我有看过，不好意思。当初怎么没选美术科？有想过啊，可是就是会有点不知道未来要做什么啊，而且美术科是一个画图画到死的科目，哎。那我会很厌世欸。有啦有啦，我有看过。14567891011212162810 OK， 请问风铃草长什么样子？在做室内设计，想过，有想过，图传想过，试设想过，还有什么？还有什么课啊？这人会生日会进不去，真的不强啊！我觉得，我自己觉得。诶，风铃草怎么画？我太难了。风铃草怎么画？风铃。欸，你们看那个了吗？预告很酷欸，虽然很短，超级短，短到有点怀疑人生。做插画家，可是就是插画家，其实感觉好像很好看，可是感觉就是刚开始也是不少，也是不少。对，我在找团体，我在找团体，帮你设计乐团 logo， 不行吧？谢谢谢谢的柳枝球是圆的 ，hello， 哪里？
太难了，太难了。哎，喂，对呀，粗糙画本先买3本，未来也有机会再说，未来，很久以后的未来。这季一整页有长黑白两个概念就觉得很屌。其实我很硬加，而且我不知道我这个我要加吗？可是好像不行哎，就是因为是好想加，哈哈哈！哎呦，变成3个哈了啦！哎呦，手机壳没有手机壳，我想要去。我想去厕所给你们听歌，我要去厕所，然后回来就继续找。我累了，对啊，你不能不来耶。画完再下播，应该是不会啊。我只是想要看一下放林草长什么样子。小鱼仔王彼得哈喽，看一下，找一下啊，别紧张啊。这样，哪里在哪里？我找到了哈！啊哈！今天好吧，我知道，我知道啊，我只是想要先踹一朵，踹个几朵这样子。小腿不方便，就是伤口还没好，走路就这样会痛，还敢刺青啊，杨小千！
难了吧？这是什么？这是什么？雨晴辛苦了。好丑哦！等一下，等一下，不会啦，肯定是不会的啦。谢谢鱼的许愿瓶，你觉得瓶绝瓶他？嘿，什么意思？太过分喽，杨小千，你是我的分身哦。你居然觉得我没有在上课的话，你就代表哈你哈，难怪要读四年。11点了，太快了吧？好吧，我是只能认命了。可是我想画图。啊，好丑！救命！哦，等一下，让我画完一朵就好，拜托，就一朵。就一朵，哦，这样比较好哎。不好意思，我一直在自言自语，我怕你们会无聊。虽然应该已经有不少人走了，但是没有关系，还有你们呢。好丑，画到室友进来，不会啦，谁没有画？我是诚实的孩子，我爱念排行的是。阿哲正哲 ，Hello， 印象你上课，你最好是有看过我上课了。只会画画啊！我除了画画，我什么都不会了。我只能画画，我只能蛮自卑的画画。对的呢，第十名，你通个毛啦！第十名，而且我今天直播都没有卡，我觉得很开，很快乐。我刚刚差点讲很快乐，很开乐。第十名是。哎，今天很少，我是不是可以从第五名念？超级偷懒，第十名是谢谢谢谢谢谢。第九名是 DJ One， 谢谢 DJ One。奇人坐海景第一排应该没有吧？哎，我好久没有这么少，有种怀念的感觉，怀念什么？第八名是君汉，谢谢君汉。第七名是林果，谢谢林果。别闹，我刚念到你，哦呦，我要重开。谢谢林果，谢谢谢谢谢谢小千。哦呦，第八名是君汉，第七名是玉超，谢谢玉超。不在我这，第六名是飞鸿，谢谢飞鸿。第五名是亚麦路普，谢谢亚麦路普。第四名是3413，谢谢3413。第三名是鱼，谢谢鱼。为什么？二十七超级不刚好，你超级延迟。第二名是四季，谢谢四季。第一名是林果，谢谢林果，可恶，谢谢可恶，谢谢。QK， 谢谢君汉的看好你哟，我应该不用。再重念吧，哈哈哈。
那秀贤第九名哎，那我不念喽，超过分。好的，我要下班了，大家。啊，我觉得这幅画我不会喜欢哎。不对，我有想法了，好，我把它改一下就好。好，大家晚安，拜拜。改粉丝团，大家拜拜。拜拜，画完大概是明年吧，明年也不一定。拜拜。